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，这个是诈骗。如果有人用我的照片要你投资，100%是假的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，这是诈骗。好，看，看看，好，我们再深一点哈。打诈新四八上路，重罚打击诈骗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不要不厌其烦。那不愿意直说了，对，这个反正具有你们知名度。今晚诈骗集团真是惊天动地呢，我的广告生意今天，今晚上啊，毛进不花销。OK， 进不来，进不来。兄弟，这个经验，那个大家爱，他注意一下，哎，见过我的绿豆算，绿豆可以算，诈骗不能算。对对对，有疑虑就打165，让政府来帮你。好了，全民来打诈。反诈165，反诈有你我。